我叫小安，是个纸扎店老板。你问纸扎店是什么？算是死人的百货超市吧。我烧的东西鬼能用到，运气好的还能因此找到解脱之路。我的音响呢？怎么没带子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我要的是音乐带子。是吧？我就说他最近态度有问题。这是什么？是瓜子。为了一口吃的，等了那么久，想想真是可笑。谢谢。你要烧什么？我不要。我姑娘七月高考完了，就上路了。何必呢？高考完还有工作，结婚生子，他的人生还长着呢。你都想看尽，就走不了了。那就待着吧，陪着他们娘俩。也待不了多久，等他们开始遗忘你，魂就不稳，然后你就会消失。消失。人心就是这样，想要好好活下去，不快乐的事就必须忘记。要帮忙吗？那个，捡东西呢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找个链。那个，我老看你在这烧纸。嗯，有意见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孝顺。你家里死了很多人吧？啊。哎，你叫什么？苏进。我叫苏进。你晚上去哪里？去镇里。住那边？啊，白天在小区里干木工活。你